上课。同学们好。老师您好。请坐。把书翻到140页。少年闰土。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预备开始。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，其间有一个10岁的少年。你要是再迟到，像在你就别来上学了。哪位同学告诉老师，鲁迅先生是谁？宋子邦。鲁迅的真名叫周树人，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。他的作品有《狂人日记》《阿 Q 正传》。宋子邦呢，语气的不错。在这篇文章当中，有一个字特别有意思，叫茶。宋子鹏，你给大家说一说茶的来历。茶是鲁迅根据方言造出来的一个字，这种动物专门偷吃地里的西瓜，是禽兽。一进门就说说说，哪那么多废话。站起来。站起来！大家都知道这茶长什么样子吗？来，都看我这儿。爸爸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爸爸。妈妈听了总是不高兴。我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有点不一样，他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，很少回来。
每当看到别的孩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玩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会难过，因为我不记得我有过。每年生日，爸爸都会送我礼物，可是却没有一次陪过我。胡老三，你也莫怕，我会找到你的。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天，哪个也莫想到徐小兰老师。董校长，我做人呢，别清楚，一能做事一能当，但是不至于碰一下就晕了噻。现在的这些家长啊，巴不得你去死的，一有事的就戳篮子，哪像我们那个时候当老师。小兰到底没样？我昨天在医院里啊待了一下午。哎，那个耳朵不好嘛，又不像身上哪里有个伤口看得到，他现在活蹦乱跳的在床上，你这怎么说得清楚呢？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他？哎，善良啊，你莫把事情越闹越大，做老师还要有做老师的尊严呢。胡老师，哎，你把老子过来搞弄的，哎，你把老子姑娘搞聋了！老子搞死你！对对对，嘿嘿，哎，你放心，哎，我知道知道，哎，好好好，这学校吧这么多老师是吧？你凭什么就顶我的课，跟我谢检查？哎，胡老师啊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啊，不着急，毕竟是你先动的手。我没有动手，我当时就是拿着书嘛，我就轻轻地敲了他一下，我就是碰了他一下，这叫动手吗？这不是动手吗？我相信你啊！哎呦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。这次的小教高的名额还是你的，你不吃亏啊？这就不是吃亏的事情。哎哎，你这样，我已经跟他们打好招呼了，我亲自将他转学，行了吧？来来来，先把东西放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放下放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冷静点。全是你们说了算。
不打你，站好了。宋子鹏，你看，小兰呢，就坐在你旁边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。老师是这样的，轻轻的碰了他一下肩膀，对不对？不是这儿，是这儿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这儿。以后要是有人问起这件事情，你就告诉他，老师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肩膀，知道吗？哦。干嘛的？我找人。你找几号床？这么晚了，病人都休息了，有急事吗？嘘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以前，我总觉得作为一名教师，把课上精彩了，班级成绩上去了，就是成功。结果我辛辛苦苦工作30年，留给我的只有冷眼和嘲笑。苏霍梅林斯基曾经说过，教师最可贵的品质是人格。如果我连这个都丧失了，那我还剩下什么？我还能教好书吗？教育根植于爱，我不是不爱他，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体会到我这种爱。不应该有坏孩子，只有还未成熟的孩子。我只希望你们快快的长大。歇下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家长们，站在这里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。身为人民教师，教育人是我的天职，可我却在课堂上做出了冲动的事，对孩子幼小的心灵起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
在这里，我要说一声对不起。来自农村，父母供我上大学不容易，我能找到教师的工作就更不容易了。身为一名人民教师，我感到很自豪。当我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我要成为一名好老师。失去的时候，亲爱。
别为我唱悲伤的歌，我分享不必安插蔷薇，也无需浓荫的柏树，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淋着雨，也沾着露珠。假如你愿意请记住我，要是你甘心就忘了我，在悠久的昏暮中迷蒙，阳光不升起也不消逝，我也许还记得你，我也许把你忘记，我再见不到地面的情谊，却不到雨露的甜蜜，再听不到夜莺的歌，在黑夜里在悠久的